众生，永不停息。生命电视，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修行三昧悉自在，是故得生持光明，能得到一根清净。游放光明，色清净，令见难思诸佛色。清净的色光明啊，就是指着说能见着佛地色身的清净，那是真正清净。色就是五颜六色哈，就一切色法。这个色啊，咱们也以前把这个专指男女关系成色，在佛教都非常广泛的。像红黄蓝白黑也叫色呀，都叫色。光明跟黑暗也叫色呀。光明能见一些诸色，知道红黄蓝白黑。黑暗里能看得见吗？没有了。说你的见，见就是看问题这个见。咱们以前说的见呢，把它专为眼睛见看什么那个见。这个见不是的了。广泛的见就是你的思维的思想，说你见一切问题，看一些事物的看法。本来是红颜色的，但是你戴这个黑眼镜要再看，不是红的了，是黑的了。你戴上有色眼镜，那色就不清净了，眼睛所见的就浑浊了。众生的知见，看问题的看法。什么叫经常讲正知正见？所谓正见者，看问题能见到他的性，离开的相见他的性。这种例如说，我们跟人的交往，别看这个人的外表，外表并不代表他的内心。对，要看他的心。他心里看不着，那你看他所作所为，他以他的行动就把他的这个思想，是有智慧者吗？是愚痴者吗？你就知道了，是这个见啊，这个见。因为我们经常的呀，在佛经上讲见，我们把它如果做通俗的看，当看见那个见，佛经不这样讲。佛经一讲见，大多是讲他知见，知见就是有智慧没智慧。以众妙色庄严塔，是故得成此光明。色相庄严呢，你要是多供养塔庙，就这么句话，你把好东西庄严具都供养塔寺了，你就能成就放光明色清净。游放光明，身生清净，令知生性本空寂。所以音声的本性是空寂的。大概这六根呢、都可以这样解释，
两方面，两方面，一个形声色相，一个是寂静无为，六根都入神。对，那个寂静的无的唯意思就是本性空寂，色相也好，声音也好，香味触法也好，一切法都入神。对，说六根呢都入神，放光，放光本来是光，光就表声了，放光时候使它名声清净，就是名啊，这个名字就叫声音清净。这个光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光的名字叫声音清净。声音怎么清净呢？声音的性体，它的体啊，本来是空寂的，没有声音的，那色也如是啊，本来是空寂的，没有色的，那观的声，声的声音是怎么来的？是缘起的。被物相即而产生声啊，能得到这个光明，就知道认得它是缘起的，不是自性的，自性是空寂的。由放光明相清净，令诸嗅会息相结。嗅是鼻子，鼻子没得病的话，能问哪是香的，哪是嗅的，哪是苦的，哪是甜的？鼻子能闻到吗？鼻子是闻味的，闻物变性的啊。鼻子它就能闻到，闻到香嗅。如果鼻根坏了，闻不到了；鼻根有病了，闻不到了。香水洗塔，或者香水洗菩提树，这使他嗅觉啊，能够以这个供养所得的报，使他嗅觉能非常的灵，非常的灵。但是这是六根分别说的啊，六根是互用的。楞严经不讲六根清净吗？对，观音菩萨是从闻呢，从耳根呢，大势至菩萨是从意念呢，各个菩萨所表现所一门深入的都不同啊，这个是讲不是散相的，这是讲内境六根。得靠功力，但是外边的所有的形象反映到你根得到报，那供养佛供养三宝的一定得到环报。环报是什么？就像你供养塔用香水洗塔，能得到嗅觉清净，那供佛像供塔庙都发愿，这是一种，还看你自己愿力是什么。香水洗菩提树，到印度世界佛成道那个菩提树啊，也有撒香水的，那还有倒那个汽油的烧它的。那这两种的报那就不同了，报不同了。香水所说的，他就能得到香清净，这个光啊，能放清净光。说一塔一水洗塔的得到的光明，那么叫清净明，
清净。所以这个用香水洗洗塔的或者洗菩提树的得了这个光明就叫香清净。那油放光明未清净，未未是舌根了啊。那以这个供养能把你那个味道中了毒了，吃的味的吃的东西吃的饮食当中中了毒了，嗯，那因为过去生，他能够以这个香味能够除掉他这个过去的虚报的毒胃中毒，清净胃还中毒吗？嗯，有的是有的，对。咱们吃这个胃，胃里头下毒，有苦的，有辣的，有咸的，有酸的，嗯，这里头都有毒素，这叫胃中的毒。是吧？放光的胃清净的时候，能够除去这个胃中一些毒，那这个光嘛，就叫胃清净光。恒供佛圣及父母，是故得成此光明。啊，供养诸佛，供养这僧，供养父母，供养什么呢？殊妙的上位饮食，那个你所得到的光明。就叫未清净的光明。上来所说的这个六根，还有一个处，处是接触的意思，嗯，有缘的出色的，我打你这个处接触了，以打你的方式接触，你感觉很不舒服，当然不舒服了，叫痛苦。要是你夏天很热的那个徐风清凉，那你接触你感觉很舒适的。如果冬天现在这个时候你在屋子里头很暖和，一出外头那风一吹，这也接触啊，接触风啊，那出呢的就不是清凉了。隔庭见己从空余，这个伤身的时候宝剑砍到你身上能舒服吗？几次到你身上能舒服吗？就是一切武器伤身的时候，还有从空中下雨，像空中下雨一样的把它都变成了妙华幔，皆令变成妙华幔，是色声香味触法。说你的六根接触外头的六尘，就是根呢、啊、接触景，相互相摄的时候。都是不清净的，那这六种光呢，是表示六根清净的，是吧？内进六根，外聚六尘。前头讲的是六尘境界，六尘境界跟你六根接触的时候，那外头的呢是色，色相的根，那里头的呢清净的无色的根接触的。而你的思想想这跟什么接触了？你自己想啊，但你自己想里头有含着有痛苦，你会回忆你跟接触的好的环境，苦难的环境，是吧？受你捆绑啊吊打呀、啊，是外六行，或者语言刺激你，或者伤害你的内心，
那是内根了。你把这个外头所有接触一些境界相，都用你的心里把它变了，变了，变成什么了呢？变成了好的，嗯，像这个见己啊，春空下雨的一样的，那你把它变成空中的妙花曼，有这力量能变吗？这个叫你说是这六种光所有修行你怎么变，就是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在你对着众生一些众生另一些众生让他思维佛色，观想佛的光明，观想他性的空寂，所以就得成了光明也变了，一些声音眼耳鼻舌声意香味财生香味触法，这六种六根接受六识，这里头还有一个耐耗啊，咱举这个舌根吧，不是吃辣椒的人，你也给他辣椒吃，辣的他简直老半天都不舒服啊。要吃辣椒的人，他要把那辣椒吃，他当美味啊，他说这个好吃，他顿顿都吃不离不开辣椒呢。我们这三十人，我现在学着喝醋，什么菜都要吃点醋。他吃醋要用很好啊。南方人喜欢吃甜的，我仅走舌根了。像我们以前那个，他们那个卡拉 OK 在底下，人家生药，他就在里头跳舞干啥闹的，他们很清静，很好啊，他高兴啊，他一跳跳到半夜啊。那我们这五台山，我们这个道友们修道者，他非常反对，他听得非常刺耳的啊，那给他取消了，还好，这两年没有了。这里头一个静，一个眼，得从你善根说了，还有一个耐耗，耐耗。社会常形容着，对，老生入定，他形容的是不好啊，像老生入定似的，就是讨厌死了。那老生能入到定，咱们要能习到定了，得了定了，咱们因为很高兴嘛。这就是一个业，业，什么业，受什么报，你做的什么因，要感什么果。以一成语道路中，涂香散花不依佛，迎送如来令讨上，是故怀光。是故今怀光入世。往昔的圣僧看着佛菩萨来了，有的自己啊没有什么，把这个路途呢把自己衣服脱下来，或者自己啊去买些花散上，或者把衣服铺到地下，让佛菩萨走到上头去，迎着佛来回在这上走。说现在怀的光明怀抱的时候，就有上头所说这种光明，由放光明叫法清净，跟上头六尘境界六根境界完全不一样了，叫什么呢？叫法清净。这个法清净使你每一个毛孔都能出香气吧，出的法气吧，都能说妙法。所以文殊普贤菩萨说那个一微尘里转大法轮，都是转的妙法不思议，还令一些听众能听到心悟欢喜领悟了，领悟就是正德了，
心慌。这个妙法是什么样法呢？这妙法不思议啊，听这句话，因缘所生无有生，这入理了啊，这不是四了。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因缘所生法，空就无有生，那这就叫妙法。明明是生，无有生，无生过也无有灭。因缘所生法没有生，诸佛的法身非是身，是什么呢？是法。法是什么呢？是心，是一真法界。是吧？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以名宗道义，以名为假名。这个无有生，就是这宗道义。那么呢，佛所说的法身不是身，不是肉身，不是幻化身。法身是真实的性体。这性体一切众生都具足的，平等平等。再有情就佛性，无情呢就法性。那无情有情统称为法性，这个法性是常住的，虚空的永远如是的。这是什么光呢？就是义光。你说其义光如是啊，义呢是甚深之理，甚深的法义。内净六根，外清六景。内的六根呢，香色三生香味触法，这是六尘境界。眼耳鼻舌身意，这是六根。一切就是入幻泡影，这些都不是真实的，六根六尘都不是真实的，法性里头没有，但是它是依着法性而起的，依着法性起的，法性是没有，一切皆是空的，这就是含的义理。因为空者就是圣者，咱们不空就是愚者，愚痴吗？没有智慧吗？那就是凡夫。但是我们所这个义理上所说的空，并不是把这六尘六根境界都消失了，把它消灭了才叫空，不是的。就在这物质存在时候，能体会到见，咱刚才说那个见，见它的体，就是见诸法之性，性空。所以，如是等彼光明门呐，入恒河沙无限数。悉从大限毛孔处，一一作业各差别，像微尘尘沙那么多，都在佛的毛孔中出，所出的利益众生事业，所显现的一些众生事业。这些个呢，上头所说这么多光明，一共大概有44门吧。44门啊，所显这些光明啊，皆是佛的毛孔中出的。每一个作业各个不同，业有千差万别，所以
光才有无尽数尘沙之光明。光是说的智慧，是吧？对，每一个事物必须有理，理能照色，显示色，显示色是虚妄的。入了住的菩萨，他信心具足了，发心了，发菩提心，发的菩提心就是觉悟心，觉悟心。他理解到，理解相似跟佛齐等，咱们是本具的，本具的与佛齐等，但是现在迷了。迷了本具的德性啊，全都失掉了。要从头开始信住，要发愿，要修行，再恢复我们本有的。这个经文嘛，本来是很浅的，不是那么要着很说的很深的。就是立誓厌心，立到一个什么讲，立到一个什么事，验证你自己的心，你怎么想的，你怎么认识的，你认识的深，不被他把你转了，那你就圣贤了。你如果被他转了，那你就是凡夫了。对境发心，没有外边一境界相，你怎么发现？没得苦，你不会去求乐呀。苦本来是没有的，乐也是没有的，但是因为迷了众生，它幻化的有苦有乐，有生有死，有健康有病苦。两个都是对照的，没有健康也想不出病苦来，没得变，没有病苦，你不想想不到你的健康的难乐。你身体健康就是财富，你理解到吗？你能够遇见佛法，那你就是有大善根的。就这么学佛的人都这样看，不学佛的人他根本不理解的。理解了，你现在有善根，可喜，冬天发不出芽来了。你看看那个桃花，现在还没发出芽呢。怎么办呢？要灌溉它，抚育它。灌溉抚育的方法呢？依着佛的教导，持诵啊，礼拜啊，念经啊，忏悔啊，这抚育它。使它发芽，使你那个善根在成长，变成无量性功德。入意毛孔所放光，无量无数入恒沙。一切毛孔悉已圆，只是大显三昧力。毛孔放光，毛孔放光表什么呢？表菩萨的容，容是利益众生的一些事业吧。众生无量，众生的思想情况啊，那更复杂了，更是无量。因此在诸佛菩萨的妙容，也是无量无数如恒河沙那么多。每一毛孔就表一个度众生的法门。每门呢所说的法，法所